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棋局呢，是第19届农心杯世界围棋团体赛第11局的对局，是由韩国的申真须八段对阵中国的党一菲九段。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刘晓光九段。刘老师好，您好。好，这个党一菲，这次战绩不错，对，连胜。是的，没错。这个三国这个比赛啊，它是能够连胜这么多，这个功不可没啊。确实。就把这盘棋呢，我们选择它后来这个五连胜了哈。好，确那么实，跟这个韩国的申真旭是韩国的也是前几名啊，对，前目三。前的积分排名第4，第四啊。这实力非常的强，大家都非常看好他，因为他年龄很小。好，我们来看这盘棋，黑棋，是这个申真旭，好，正常的，对，各走一个小目啊，然后呢，这个时候，他挂了一先个，挂的这是个，的，先挂这个，这都是非常正，他也没有挂，他直接三三了。现在点三 特别三流流行行了，这个点三三，流行。主要是我们看那个人工智能的对局呢，经常是一对，开始啊，你点我一个三三，我也点你个三三，然后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这棋应该这怎个么都下是模仿，了，是，有的说是这个盲目模仿，但是的确现在流行，这个棋现在点三三是一种趋势啊，大家都是点三三完了再，这都是力量型的，先点完三三，把这个角给拿了。现在呢，黑棋守这个，这也是这个电脑的招法。现在都对，走这，不过去是这个，现在都是这个。然后呢，你点完三，我也点。点完之后，这个他一走这个，他先小尖先了一小下，尖了。他白棋尖一个，我也点，黑棋也点三点三，三。好，我也走这个，好，长一个，就爬一个，爬一个。我们那看走。到它两边的这个形状啊，下的是一样的，但是次序不一样，其实。对，这面是同形，但是这面四颗子是吧？四颗子这样的，这个棋这五颗，这多一颗，然后该白棋下，白棋走这个，应该说也差不多，是吧？应该是也是一种转过来之后，你说也是一个两分棋对。啊，白棋走在这里，那面就不说，都是同形了，是的。下面黑棋是捞实地走这个，白棋把它罩住。罩住，然后他爬一爬，这是个老定式，这一看申真旭就比较喜欢实地，就感觉。老定式，是的。这个棋呢，以前也有爬完，你要长的话脱先也有这样下法，现在它是飞的，飞的，如果说白棋挡住，他是这个打会算，冲的，我想，冲一个挡冲一住。个，对，这个地方以后有断，断这个非常严厉，这个断非常严厉。他就觉得比排跟排一个相比的话，这样子黑有棋一有个个断断，位，对，将来这个断现在有可能现在就断，他直接断都有可能，这啊，个断非常大，够狠，他可能是啊，所以呢，这个棋白棋也没走，白棋抢一个这个大场，是吧？这个应该说还是堂堂正正算比较普通的吧，还是一个普通的进行啊，白棋黑棋往这边拆。黑棋、白棋走这面是吧？对，这个都下还下的比较中规中矩的，应该中规说，中矩，是个两分棋，应该说啊，那面你看都放着不走，是个同形的，都没动手。那么走成这样之后，黑棋我想普通还是走这个，对，加正住，常的是吧？是这的，是非常正常的、正规的一个反夹，你不可能走这走被他拆，总是要夹住的。但现在这个棋呢，该黑棋，该白棋啊。黑棋一加，白棋走什么？不，他是走这个，普通是这个，普通啊。我是，觉得这个形状是普通走在这儿，这里呢，这个棋是要拖的，要走成这样的。对，按理说是应该这么哇，下这样的我就虎，这个棋是一个最正常的一个下法，对不对？总是这是有谱的，是要走这个。他走这个呢，就有点狠。这个是比较强的一个下法。
他走这儿的话，黑棋假如说搬外面是怎么回事儿？搬外面，那我走这个不是就还原了吗？就有点那个什么、啊，就回到那个样子，就有点那个什么了啊、哦。就说这个，但是这个棋呢，总之是要这样比较正常，对，比较正常。按理说是应该下这个呢，因为你那个子力也很多了，要打仗的话，嗯、白黑棋也不怕，应该。嗯。黑棋是走这个，这个也很好，也不错。这个打仗应该是不怕的，他、嗯、连扳是必然的。既然走了，就要连扳。这个那个用力啊是比较强的，这是挡一飞啊。嗯。挡一飞掷白棋下的也是非常强硬的，嗯。贴起来。贴起来，对，考验一下黑棋，因为这个形状可能黑棋不太熟悉，或者没怎么下。嗯。像贴起来，首先你冲断是现在不行。现在不管断哪边，他都给你吃了。对，他断这边的话，断这边他粘上也有可能，也有这可能性。对，正常的话是应该黑棋跳一个。按理说是应该这样。跳一个，普通一点的话。普通跳一个，跳一个呢？这个时候你如果长一个，嗯，他在这儿顶在这里，这样就主要是这个形状比较好。哦。顶住，顶住，把它气顶住。对、嗯，这个形状黑棋啊，应该说黑棋可占。嗯，黑棋可占。这个位置也不错。对。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说你尖一个，那么它可能虎住。哦。你可能爬一个。虎过来。对。嗯。黑棋哪怕飞一个，这样的话、嗯、黑棋应该可占吧？嗯。可能黑棋的形状并不差。嗯。是吧？嗯。所以跳一个比较普通的了，这个棋，走在这里，我想白棋也就这种两个选择。按理说是应该是这样子，应该跳，应该跳一个。不，这个普通想法都是跳在这里的，好像。好像跳啊，他是跳的这个。对他跳那儿，感觉比较奇怪。跳这个，你白棋跳，你现在冲不断呢。是啊。是吧？他冲完了，这儿不有个冲出来吗？对。冲断它粘上你爬它冲出来，这个不行。对，主要是它这个跳它也没有吃干净，这有个尖冲。为什么？那先往哪儿跳一个？我觉得挺奇怪的。它是先尖的，而且是挡住，挡住然后跳。这个申真旭这几个下法稍微我觉得有点，有点特别，因为这个几个下法不如这样的显得有力。是的，是的，这样多有力哈。现在你走这个，被他走这个之后啊，现在下吧，你如果你补这个的话，那么给他这么走走，他觉得不满意。嗯，白棋他觉得黑棋这个下法不满意，所以这个棋黑棋跟着走，追的，追着，对对对，抓跳一个。虽然也是挺凶狠的，就看起来好像、像的很凶，但是你这个棋呢，这个地方是有个穿象眼。是的，穿象眼，这很不舒服。对。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是白棋像是如果能把它穿掉，白棋的应该说是好下，因为它又攻不着这个，对对，白棋应该主动，是，所以刚才刘老师强烈质疑他这个跳还是有道理的，就是因为你一步棋你又没补干净，你还不如跳在这儿，然后再花一步补干净。这是一个形状，你把头正到前面，要既然攻啊，是啊，就现在是要这个时候比较。这个时候应该跳这个笨形啊，没错。这出在这个问题了。这一走，这一尖，黑棋还要挡，那么被白棋一跳，你又走这个，然后呢被他转身，他来个狠的，就走着这个，这个呢你只有吃这个，对吧？冲一个。被他这个，如果你要把这个子割掉的话，你要两边没有什么特别的建树的话，你这个就落空了。没错，是这个意思。而且这挡下去之后，这都有先手啊。对，这个不是有跑？对，可不是吗？这个棋应该说黑棋有点难。这个申真旭这个下法哪个地方好像有点问题啊？就是这个跳啊，应该跳这边。那么现在他来狠的了。靠上来，这边他觉得我都已经下成这样了，你还不应我，狠的了，这个是得痛下杀手。对对对对，申真旭这个棋也该出点手。是。那么现在别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有点难了。你这个形状被割下来，你要硬来也不是事儿啊。你走这个被人兼过也受不了啊，你这个也出不来啊，对吧？这个棋不好下，
所以现在从这面靠着硬来，他是想你搬我就退啊，这个棋要给你压迫你，攻借力挂，他是走这个是吧？顶一个，对，顶一个狠，这个狠，对，应该说这么搬下来，白棋好下。你如果这么硬来的话，他会打了翻出来。这个不能这样吧？我觉得这个不行，这有点太过了。这个不可以，不可以，你没有这样的下。哦，我觉得我没有这个勇气。这不可能，不可能这样下。不行，这个不行，这个黑棋不可考虑。嗯，他还有可能走这儿从。对啊，这个就绝对不能考虑，我觉得。所以这个棋就连扳是不可以考虑的。那不成立，这连扳。不可以考虑。最后他回扳一个。回扳一个。嗯。哎，回扳一个呢是。也是一个下法吧啊，嗯，那这个时候呢，应该说是白棋可下，不管说白棋往那边出头了，总是觉得还可以，好像他单顶一个。白棋的下法有点多吧，现在，嗯，他这个能不能行？这个飞下来你很厉害吧？你再走一个吧，那么我单打一个，是不是可以考虑这样下？这个棋可不可以这么作战？这还有断呢，跟他战是吗？跟他战，嗯，可不可以这么战一下？嗯，有可能啊，有可能啊。我是至少会这么想，或者是还有那来狠一点的话，那你就可能那就更加了。总是第一感是长，单长是吗？对，他是不是有点讨厌这个断打？有可能，他实战是这个，是吧？他单顶了一下，单顶，嗯，对，黑棋那么走一个这个，然后打吃这个，他把这个团住了。这个地方走的有点多，我觉得。好像这个棋形看着有点怪，是吧？这个白棋这是个假眼，其实人家一瓦大。是啊，这个地方白棋这个下，我觉得被黑棋有所得。他可能一下子也不知道。该走哪儿了？那你这个棋下吧，不能长的话，长是第一杆，不能长，你这么都也是有可能借力，也可能啊。你走一下，你这个尖出来几先手，这个打是吧？顺着过来，这可以也可以考虑一下，是吧？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一类的，这个棋，总之来说，这么俗的顶一下，我倒觉得这样又返回来了。你刚才那个前面呢，这被黑棋得利了，嗯，这个被黑棋得利了。黑棋现在呀，他金制棋啊，被这个地方他进攻啊，你这儿走了两手棋之后，他能落这个先手差很多。没错，是的，这个先手差太多了。该他走，如果白棋走一个，你看先手这个地方都是白棋的，现在该黑棋走，这个时候呢，他能够动上手上，在这个地方一靠。嗯，这个地方有变数了。他主要这一带走后了，其实他就是一直想拖这一下，我觉得特别大。他就是想拖那一下。对，他觉得你虽然穿下去了，但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先手，但是他这个后了之后，你这个先手现在都走不着。是、啊。他先动手就不一样了。对。啊，这棋。你要是让白棋先手补一个，比如说他这么补一个，你就赢很难过。就在补一个，你再补一个吗？嗯。很难过，这我一跑出来受不了，是吧？非常大。现在黑棋这一拖，又考验白棋了。嗯，白棋扳是第一杆，扳是第一杆。这个棋呢，如果你断是不行的，被他一长，这个不行。是的。这个棋到这个时候呢，黑棋的用力啊，非常强。嗯，非常强，也是我觉得是比较好的，比较好。嗯，这个棋也许你退一个，单退一个的话，算了。算了，是不是也有可能？但是这个棋他已经是第一杆是要在这儿，对他肯定是不肯退，我觉得不肯退。这种地方都是想咬牙都要挺住的。这个是必然的，这连扳是必然的，连扳是必然的。你如果只是这么吃啊，我倒算了。那白棋还是挺高兴的。哎，对对，我这个打一下，你有点难过，这我就扳过。你是粘还是虎啊？嗯，虎的话，这一提你走，我这一拐，这个就给了。嗯，这个白棋落个先手刀，乐得高兴。但是现在呢，他来个强的，他这个手段非常强，他走这个。嗯，这个我当然是要粘上。毫无疑问，他又不能走别的。对，
再搬。嗯，再搬呢，如果你只是吃这个的话，和刚才就有不同。刚才啊，嗯，刚才比刚才白黑棋要大一点，多一头。嗯，是不是？但是即使这样的话，我觉得白棋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因为它断了之后，这底下下成这样的之后，哎，这个黑棋是补还是不补啊？现在补的话，补在哪儿啊？它粘这个。哦，如果不补，是不是你断完扑我一个？哎，对，有个扑。哦，然后还不说这个外面断了，你可以走外面，也可以选底下。对，就劫财有利的情况下，白棋是有这个招法的。有这个招法，有这个。然后可以扑一个。如果提掉呢，那扑进来就是劫了。对。如果利呢，我这打吃也是个劫。只能提。那还是提吧。对。所以这个棋就是说，走成这样的黑棋是不是要补的问题？对。但是和刚这就算补一个，比刚才那个，应该好一点。刚才是白棋抬头外面。他是这样的，刚才是这样的，哎，对对对，啊，那这插一头，这插不起，是，确实，嗯，但是白棋，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考虑这样下？但是这样的话，黑棋也算满意了，把这吃掉。关键是这个白棋不同意，他不干，不干，白棋不干，在这个刚才说的回到这个原型啊，他连扳你粘上黑棋走这个的时候，白棋不干了，嗯，白棋这么吃一个又不肯了，被他打住，他是要这样，嗯，打这个。接上，接上，他来个狠的，他走这个，哎，他先冲了，先冲，对，先冲啊，好，对，拐打，拐打，对，这个是他必须粘上，他可能这个是必粘，你如果是断这个，这个不行，这被提掉太大，如果这样，哦，他就把这个粘上，把这个你提这个，那个被他搬起来，这个是他不愿意的，这个亏飞了，你只是一路回去而已，是的，这个被搬起来不行，所以呢，他是肯定要粘上，嗯。这是必然的，那么黑棋也是必然粘上，因为被这一段一吃是不行的，是吧？对。好，那么现在就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对杀了。嗯。搬一个，如果你只是这样，这样打吃，粘上，接住。对，这样。然后断打。断打，它还有个做劫。嗯，是的。做这个劫。打这个劫。嗯。那么。白棋就找劫了，比如说这种找这种劫，白棋预计本来是这样的，没有想到是吧？预计是这样，本来是应该是这么回事儿啊，这个棋呢，这个打劫他没想到黑棋啊，他是粘粘，单粘，单粘呢就是说，吃法又不一样了，对，单粘。这个更狠，黑棋这个是下法非常狠的。对，黑棋这个下法是算路精确。一打他一立，这个棋呢，首先你粘这个是不行，他一拐吃，吃两个没有用，他冲吃的时候他可以他顶啊，对，他就把两个弃了就行了。哎，这个没有用，这个是白棋死棋啊，是的，这个白棋死棋是吧？但是他不吃两个，不吃两个呢，说我杀这个的话，只有这个了。就这个，他挡住，挡住这一扑进来，可以提掉，你吃这个，那么他提这个，你走这个，而这个棋应该说他如果走一个，你也是死的，他挤一个，哎，也是死的，这黑棋我觉得应该能，对，应该能走着的吧，提劫，你总不能这个吧，这个被压太难受了，你看这个，这一提就那个什么，对，就是死棋，是黑棋快一棋，那么这个他也不考虑这个方案，是吧？不考虑，白棋不能考虑这个方案。那么他觉得这个是不成立的，对，他来了一个，这叫大头鬼，对，作为大头鬼，大头提了，再来扑一个，提一个，再来一下，粘上，真正的一个大头鬼，这就是一路上的对杀，对，这个棋啊。黑棋只要能延稍微延一下，它应该断一个。对，断一个。我刚想问您，它为什么不能断一个呢？这棋断一个，你不能这样，这样我这一打一个这个就死了，多一个这个就行。它不管是粘还是提，它都死了。这就死了。对，拖一个的话，它就挡一个就行。对，这就死了，这就死了，这就是黑棋杀白棋。是的。这一打吃一扑就死了，这个棋，这个时候断呢，它正好是能够
能够让白棋难受的地方，他只能退一个。嗯，然后呢，你再虎，我觉得这样。这外面能断着一下总便宜了。如果说黑棋一旦打赢劫，这个贴都是先手，有利用。你这个、这个大概也是个明显会好一些，也是个打劫，是的，做这个打劫。嗯，断着之后有些利用，我估计断了之后也是会走成这个形状。然后呢，白棋可能不会马上走，先续劫。嗯，那黑棋我估计是贴一个。哦，贴一个，因为你这个不能被我吃掉吧？嗯，可能白棋走这个吧，黑棋把这个贴掉，提掉。嗯。还是把这个打了，打这个。如果打这个，他先打一下，嗯，看你走什么，你是棋还是？我很难受、啊。哎，这个其实我把这个先拿掉，我很难受啊。这个太大了，这个吃掉。嗯、然后那面呢，你还没吃干净。主要是我提呢，虽然脚死了，但是这个被打一下。脚还没死啊，脚也没死。啊，这还能搬了虎。哎，对，也没死。那我还是接上吧。接上，那我搬这个，是吧？这一打就活了。嗯，这一早上就糊了，是的，这个就杀不到黑棋的脚上。那我先把这个拿掉，那脚上也不死，那只是便宜点，这个没关系。这个棋黑棋好，对，下成这样黑棋明显优势。嗯，哎，无庸置疑，这个黑棋成功了，把这个吃了这么一大串的一个丈骨牛，还是好明显木还是挺大的、哎。如果你提我，假如说那我再打一下，哎，这个这个棋，对对对。我打一下，你大概粘上吧。我这就已经走成，哎，大概是没有劫财啊，对对对对，要打劫是吧？对，那我再虎一个，你还吃不干净？你大概打这个劫，我那这是劫，好难受啊！想，哎，这样的话黑棋好下。嗯嗯，应该说走成这样呢，就说明这个棋啊，是他成功了。对，黑棋这个地方下的很出色，而且都非常正确的把它给拿住。嗯嗯是，但是在这个时候出变化了，出变化了。我们看实战，嗯，看实战，这个其实是这个韩国这个申真旭啊，是他这个时候是他的非常好的机会的时候，就在现在，就像刚才只要断走刚才那个棋啊，形势是黑棋明显有利，现在他走的这个。哎，挡一飞粘住，接上，嗯，这个时候就有所不同了。他是走的这个虎，对，再拖，嗯嗯，这跟刚才的断相比，这上面这个压你是永远没希望压先手压到的，这是不可能先手压到的，这对啊，你只能吃这个是吧、嗯？你不能走这紧着气走这个，这个是一个劫，但是呢，他呢不是说马上，当然走这个他万劫不应了，对，但是他先留着。先做他先搬一个，嗯，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也应该走这个小姐，虽然这两个稍稍有点区别，但是呢，这不管怎么这还有留着这个，嗯，但是还无关大局。他提的时候明显黑的好，嗯，还是明显黑的好，但是呢，这个时候黑棋啊，这个他没有提，这个也是因为这独秒，他觉得他是选择了这个，嗯，我认为这个是他的。应该是他的失误是吗？失误应该是他不对的。嗯，他走了这个之后，他遭劫了。就给我的感觉呢，是申真旭他过于看重目数，但是他对于这种复杂的地方，就是打劫的判断啊，嗯，还有这个地方局部的处理啊，对，不够精细。是啊。但他对于目数特别敏感。敏感。嗯、他这个吃一个要劫、嗯，他还不是这个，本来这个。对，我以为他打这个。对，如果这样当然黑的可以。估计是黑棋提掉。哎，对、嗯、你提这个。我搬，你再提，嗯、我再尝，那个黑的好、嗯，但是呢，他是选了一个这个叫吃，选这个。要是我的话，我有可能把这个提了，这个太大了，因为提完这个都是变成铁后了，这都是铁后了。这难道不应该提了大？提了大四十目？不是，他还厚薄有问题。是啊，你提呢，那么我再走也是个打劫啊。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这不四十目眼见的吗？对，他是还没算那个棋呢，我再跟着走还没死啊。是啊，我这打底下。这没关系，接着打呗。哎，对，接着打。这个都铁了，铁厚了，嗯、是吧？再说，为什么不这么下？这不提劫确实有点让人匪夷所思。他是选择了提这个。嗯。啊，我们看这样的棋啊。他是不是觉得人家是打这儿的？
不明白这个，他还是提了一个。这个我认为被这个黑棋一提啊。嗯。这个时候你的劫财在哪里？这不好找劫了。这个时候的劫财，你看全盘都不是。你再来这个，他早就提了这个了，这都不是劫了，没有劫了。对。现在黑棋走什么？黑棋是找的这个劫，我认为也是有问题的。嗯。嗯，他只是把这个冲掉了。对，这好像有点见效。现在不管你找什么劫，我先把这个提了，你走两手好了。现在是白棋把这个两手提掉之后，让你走两手。嗯。那么就让你走两手的话，我认为黑棋也应该走这摆这个，摆这个提。这俩先手是吧？哎，我觉得这个棋是先手。这个应该这样好。啊，虽然说目数不是很大，打这个白棋但是这厚薄不可能粘，粘了我提了我也万劫不应。是的。你提这个，然后你粘这个，然后我再刺这个，这样我觉得还是。就很有希望杀了他，有希望。那么我就算搬这个也比实战强。嗯，我认为应该这么想。对，嗯，这个呢是刘老师摆的变化图。对，这棋呢，这个黑棋刚才没有提劫，我们已经觉得很意外了。对，结果呢，他又找了一个，就是看起来不是很大的一个劫材。对，这是深真虚可能打劫上出现的问题，应该说。对。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是第十九届农心杯世界围棋团体赛第十一局的比赛，由申真虚对阵党逸飞。那么刚才呢为大家讲解到这儿，就是刘老师的意见呢说，这个黑棋这不提劫已经很失败了。对，这个棋呢实际上到现在是该这个棋都在呢啊。对啊，刚才这个情况下这样的棋，按理说是应该把那个劫这四十多目的劫先给提掉啊，怎么说？这个时候啊，就是白棋一打，那么黑棋呢它是提的这个，对，就这样的棋，这样对，这是劫在黑棋手里，这是一个打了一个天大劫，是的，一开始争了一个天大劫，结果白棋找这个劫的时候，黑棋把那个提了，嗯，然后又一提的时候没有劫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一提这个给他提没有关系，嗯，咱再度过再争这个，把这个先提了，他提这个再争这个劫啊，就轻松了，因为这个棋太大了，嗯，结果呢？他这个棋黑棋把这个一提啊，让白棋这一提他没劫了，找什么劫？他实战是往这个走了两个这个棋，现在等于是白棋把这个提掉，让你走两手。我认为他走这个劫啊，还是一个可选的。这虽然看起来只有一二三四五六七目棋，他你的死活问题。但是关键是白棋他没活。这个白棋肯定是要把这个提两个是绝先。哎，对，肯定是要这样的了。那粘上。对。然后点这个，点这个，我估计你可能是这个棋啊，我有点难受。你啊，要吃，要我要的吃你。哦。局部是死棋，局部啊。啊、哦。局部，我们先说。但是先让他把目先损了，是吧？局部是这样杀，然后你刺我是个先手，对吧？嗯、哎，刺我是个先手，我团。他如果说黑棋能不能杀好一点？比如说能这样杀吗？比如说。点一个。点这个。嗯。啊、哦，点这个跟那面的死活可能有点，那您要搬了打，有点可能性。打了度过的话，这里面依然是死的呀，局部是死的。局部啊。啊，粘上的话我就断了，粘上不行，粘上我是。如果走这个，对，我最希望下成这样。这样他是看得清楚了。最希望下成这样，然后我先把木收了。这个、对，这个是有这个可能、嗯，但是呢，这个棋啊，它，比如说它有这个。啊。靠完了有个家是吗？对，有个家的问题，这个是吧？接上，等于是他这个先手。对，这个是先手，这个、就等于他有个家的家下去。你看大家这看啊，如果不走我这一家，嗯，这一冲一打吃一粘，这有个硬腿就没事、嗯，你再补一个，但是他都能出去了、哦，跳出去了，就扬长而去了，这样一来，嗯，这个地方是一个要对杀的棋、嗯，嗯，这个棋呢，就是说局部是死棋是肯定的。对，就看是他是怎么个吃法。我可以，我也比如说，我这个先走走这个，先搬一个。哎、那白棋也不可能退啊。如果你这样，得绷住啊。这个是有可能我杀你。嗯。我就不是这样的，我就拼着命要吃你这一块。是的。这样的话，我觉得黑棋要吃白棋的概率也挺高的，嗯、因为它铁厚了，这里有打吃，这个你的方向就没有
多少余地了。主要是刚才那一下之后，白棋有了这个一路尖的话，这刚才那个靠还是有个。对，你等于我哪怕我加一个，有个这个地方，你只我只要把你破了即可。对，没有一两个眼就行。外面这个路数很有限了。这个可以打吃先手，这可以先打掉，这先考验他一下，你急不急？这样的话，黑棋还是不错。嗯。而且我觉得黑棋要吃掉白棋的概率很高。嗯。那个棋。我们看实战啊，实战这个黑棋啊，我觉得这样一走，贼冲了，白棋一提，他又立下去了，吃掉。他很得意，就把这两个子吃了。但是这两个子吃了，虽然说目数有个十几目，但跟那个劫相比，价值还是相差太大。是不是黑棋还觉得自己的形势啊？哦，这是不是优势意识太强了？他这一靠，到这个他长，这是好棋，靠完长好，比单跳好，单跳把它贴了，是的，靠了把一长啊，这个地方有断，补的话这后面这个眼位不一样，他是走了个俗的，俗手，这个其实，按理来说是有点下不出手的这个招法，是，白棋粘住，因为下完了之后这底下味道特别恶，打完了有点是。像这儿的半只眼，这里有一个，这个眼呢现在。进不来。好，走成这样之后，那么黑棋走什么？黑棋现在连扳了吧？他是连扳，对，他是连扳，连扳，终于连扳了。白棋就照吃不误，就把它给吃掉。这个棋呢，就黑棋有点方向找不着了。如果这个吃不着，你只是吃了一个这个，亏了。所以我看他就没有想吃人家的想法，看这意思好像是。虽然是连扳跟这一样，这个棋呢就没有什么大便宜。对，这个挡一个。然后黑棋加出来。加一个。他就一直上看着想收目。这个下来，然后这个必须加，您断的被他拐出去了。这个现在的白棋粘住，对，必然的，对，走这个，对。现在黑棋往外逃。走这个。这个他主要只要出来呢，他这个棋死活都不说，他那个一路过来都不怕了。现在搬现在是跑出来，然后这个棋是怎么定型的问题？他这里是这样的。黑棋呢？他这个棋啊是先贴了一下。哦，他先贴了一下，之前这个次序是这样的，他这边没有先冲。对。他先贴的这个。对。然后白棋打了一下。这是他接上。对。然后贴一个，在这儿。这个也很奇怪。接下来他又搬一个，对，提掉，对，他把这些该收的木都收掉了。这几个形状应该说是黑棋这个形状啊，也有点凝聚，那光收控他是想这样收收控。对，所以我就看深真虚的棋，他就没有想吃人家的想法，我觉得。对。只要能收收就行了。收收。他觉得。然后再冲一个。冲一个，对。是这么下的。挡住。挡住，加一个是吧？对，继续这么下，度过。然后再加一个。对。黑棋贴，白棋搬一个，是吧？这个时候黑棋是搬的，它要破眼了。对，是的。但是现在这个形状，它自身的有点弱点，被它一攥呢，你还不好搬。难受了。这个棋应该说你要想正确，我觉得应该就尝尝算了。这个应该也是没问题，先手你不走的话，我这个我要杀你还是很有把握的吧，或者搬一个也杀你了。这个应该没问题，对吧？跳了双的，这个是先手，这肯定得走一个。我大概长我估计，对，或者你自己做眼也有可能。有可能。大概这样。这样呢，黑棋这个木啊还好一些。你再继续走这门，它是扳的。我们看啊，扳断，它一打，被它尝一下，是吧？接上。对，它这个时候粘住。压住。对，压住。虽然是弄两个被它跳出来，如果没对白棋没有什么特别进攻的话，关键它留着以后这个地方是有隐患的。它可以断了之后有个利。做大头对呀，这个棋明显的嘛，这是有棋了。是，那你这个扳是有问题的。没错。这一刀，这一刀。我觉得深圳区他没有看到这一下，
他起码是他搬的时候，他没看到人家断了肠之后，这里有个断。这个形状，这可能独秒了。这一吃很大，这个鳍。这十多目呢？而且死活都有问题。这个鳍为什么？这欠手鳍这个地方。没错，就是这意思。哎，所以他单肠是个本手。嗯。那现在走成这样之后，其实那个并不好。现在呢，这面呢，他也不敢走，贸然走，走了被他断了。对，他搬不出来。你这个鳍脱了，被他这挖了也受不了。嗯，是的。你只能这样的话，太委屈了。搬了你还得立，这个太委屈了。嗯。所以呢，这个鳍他来了一个迂回的，先应急的，他先脱，对，单拖一下，单拖一个，也卖一下。因为这个鳍我总是要搬，你搬这个时候被我挤了，你受不了，是吧？这个鳍搬了之后，这个时候你就断不上去了。现在断的话，正好被吃掉了。对，背黑鳍。哎，对，这个就是上当了。哦。这个形状，但是你这个是卖了一下，这个是舍不得走，亏了。嗯。那白鳍就长吧，既然我断不掉，那我就长呗。对对对。是吧？嗯。好。嗯。长一个，这个鳍呢，它震了一个。震了一下。是吧？嗯。震一个。小尖。黑棋这个几个地方下的啊，有点儿，这个地方是损木的。嗯，对，走这个，对。他又回去把这个粘上了，他觉得这个粘特别大，这个非常大，因为粘上本身官子，而且还要下面对白棋这个地方有点儿，这个有企图的，是要进攻啊或者怎么，都是有便宜可占的。这个棋当然是非常大，但是你要想，当然是如果长在这儿粘在这儿，这都是空。现在这不是空，这留着这一个这个段，这不是空。这当初这个扳肯定是个勺子，我觉得。哎，这样的下法，那就黑棋现在断了。他断一下，好像就是打个僵。打个僵啊，他现在还没再继续立。啊，然后他又回手了。回首中间，他这个时候求稳了，我觉得求稳了。他觉得形势不错，他其实你要狠一点，就把他给他，对，先把这十几步收了，先把他走了扑了拿掉。你如果吃不掉我就完。但现在呢，他觉得那有点风险高一点，薄了，他就走这个是厚一点，厚一些，嗯，省得就是说风险，控制风险了。长，对，在这儿。这就是挡一飞，这个时候的确他有优势一时了。这是他的又补了一下啊，然后往那边，对，这个是方向，对，这块棋你也要那个什么了，它有便宜啊，你得爬一个是吧？对，爬一个，这得走，要不然太大了。不是这个不走要被人挤一下的话，是要有可能死。他是这个黑棋就看着非常危险，嗯，确实，黑棋也是。开始要拼搏，这个棋就有点狠了。普通的是这样，普通啊，按理说是应该这样。哎，大家吃这个以后，你提算先手，这样呢，黑棋比如说在这儿走，收官，或者是把这个也很诱人。对，这个巨大，我觉得也很诱人。对，这样的话拼官子，但是这个我从这样的，要是早知这么拼官子，当时如果长跟现在的交换，那差飞了，这里差出一手棋来。对，现在拼官子就稍微有点晚一截，晚了。你因为你已经损在这里，再拼官子就不对。你应该长的时候，那我一看判断觉得还行，那么我就长一长，尖一尖，给你拼官子，那是路数比较正。现在呢？但是这么下呢，可能是往官子方向走，但是他这个段呢，就明显觉得可能，觉得形势不利。他觉得收不赢，要拼一下了。这是拼官子的，这是拼，这是要给你要拼命，拼命了。好，我们看他怎么拼命了啊。白棋打是正常的，这个棋呢是必然是，他是要，当然是白棋不会说这么给你这么来就当然是赚了一笔了，就亏大了。那不可能，他是要这样，那就拼了，大家拼命了。提掉，对，黑棋的拼命，黑棋这种是这个明显的是拼命的一种招法。对，你来我就给你拼劫，它是长的，它渡过是吧？对，实际上这个还一个劫在那儿存着呢，而且这个要被黑白棋踢完，这块也变成死了，非常大的劫。对，那就为了这个拼呢。这个黑棋拼了，其实这个拼有点什么，它劫财有限，是它劫财不多，最多这儿有点劫财，那儿有点劫，但是要打起劫来啊，它有劣势。你看它铁厚，对，
而且这个提了是不是已经？对，我怎么看着脚好像已经要死了？在这个戏呢，稍微有点牵强。牵强的很。他铺一个，他总是先提结了，是他没有提结，他没提结。嗯，他先中间先尝了一下。不是玉洁先提啊、嗯，他先尝了一下。那么我如果提了的话，假如啊，提的话，他可能是不是这样？两头他有可能吃你这个。嗯，而且中间有个尖呢，这块也没活啊。这样的话还真是，他有很大变数。至少是一团混乱，就看不清了。对，这面你先给我忙忙，这个你还不知道找到哪里。对，他这个拼的是有道理的。嗯，他这个都先不管了，这个是局面混乱了，又在读秒声中，这个棋士有他长一个，那么白棋怎么应对呢？断一个。这挡一飞还是很冷静。他首先把这个安全了，你就是这个，我就硬贴就没事了，是吧？这个硬贴，首先我这个能够是回家是保障，把它断掉就可以了，回家保障了。他如果长，我就把你断了。哎、对对，嗯、这个杀棋肯定杀不赢。这个是我先把我自身这块的安全确认，然后呢再说这一面。嗯，好，他把这个断了之后，那黑棋呢提吗？黑棋提了一个，提结。但是白棋这个时候断，我觉得特别好。先考虑一下，你如果你吃我这个，那我一提，马上我这还有紧着，从这儿吃了，有着紧着，所以这个劫变大了，要你命啊！这个劫变得特别大，这个劫可能要打不过的话，这黑棋也麻烦，这是马上要叫吃了，可不是吗？所以呢，这个断一个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哎，断，这个时候断，嗯，所以黑棋他打这个，他被人家一提，这麻烦了，不知道怎么办。他所以他单尝了一个，对，选择这个。但是这个劫就变成两手劫了，黑棋打赢了他也粘不上，哦，粘上被一冲，这打死了。现在呢，白棋可以脱先了。对，如果你粘的话，我这一冲，你不能挡，挡完被人叫卖，你只能这样。是，我这一吃，你一提这个，我再一提，你还得提，嗯，那脚死了。对，所以啊，你还不能粘，这个棋变得。就是说，等于是插一手棋。嗯，你要拼这个呢，打劫又怕劫财的问题，他选择这个，白棋叫吃，粘数是必然的，粘上。对，这个时候看白棋怎么拼命。然后他飞了一个，他这个反正是个两手劫，所以他也不着急提，我先把外面该走的走了。对他没有不敢走着走着反打了。对，这块还他可以拼的给你打。这个呢，这个呢又。不知道怎么样，他难道怕这个吗？还是怕这个？不知道，他是走的这个。我觉得他是谨防黑棋要跟他拼命。对。啊，他得把那些拼命的手段都避免掉。他这个时候肯定是优势。他就是要啊、想办法拼了，他是走的这个。对，小尖。小尖。长。嗯，长一个。这不能走这个吗？可以啊，我当时想的也很奇怪，我说他为什么不跳一个？跳一个，这不是觉得眼见的好像连的已经很安全了，他搬的话他就实在不行，不我就挡着二呗、他不会搬了，也没什么呗。他最多搬这个或者走搬这个。搬这个，哎、这样差不多，嗯。搬这个我就，他可能是这一类的。极大。但是他是长这个的话，被他这个是个好点，他要挖你。对。这个棋还得小心呢、这地方挖。他急的时候，他真给你挖断了，而且白棋的气还挺紧，所以白棋补了一个这个，补了这个，嗯，他这个棋是好点，这个好点，他虎了一个，虎了一个，我这是看着有点看不清了，是吧？这个因为有扳断呢，嗯，白棋的补啊，白棋是补一个这个。刚才如果说白棋您说他跳这儿的话，黑棋扳外面，对，扳外面，那我就想法连上嘛，得连上不行吗？叫一个吧，打吃了是吧？就是想办法，我连上就行了呗，是。是连上就活了即可啊、活了就行了，活了还怕什么？这个劫，这是花一手还、这个、还接着打呢，还得这有断，也可以，嗯，长一个这儿也有断，嗯，这个也可以。他长这个的话，这一走这个被他接了一下，先抢一个。但是这个时候白棋只要联络即可了，他只要长一个，然后他贴这个是必然的啊，贴因为不能被冲断呢，嗯，然后白棋连了。白棋连对，白棋尖一个是回家了。对啊，这个看得清楚了，好歹是连上了。对，而且看完清楚之后，他你下一步我这个要给你分段了，这个你可能不行吧？这一分段，这块棋，那黑棋就要撑这个劫呗。
黑棋撑这个劫，那你等于多一手棋的过打这个劫，这个劫没办法，他是他被断的时候就是，这棋形就是不太对。是啊，现在这个变成了一个白棋拼命的这种状态。接住，长一个。长一个，对，然后再贴回来，这个地方有靠啊，嗯，是吧？哇，下得很凶啊，很激烈，看起来，嗯，哦，确实，这是。如果说黑棋打劫把它打赢了，白棋外面两手棋，就是说如果说不是很大的话，嗯，可能这棋也有的是，至少是有的收吧。现在还是白棋好，哦，白棋好，控应该是白的没问题，嗯，哎，控应该是没问题，这儿还留着这个呢，这儿还有这个呢，嗯，是吧？现在这个劫财你不能说白给我吃，白如果中国两手棋给我吃掉，他说只是走这个的话，那黑棋还行。对，这个打掉，现在这个劫财恐怕不行。现在白棋要先，白棋先挤，先挤一下，让你难受一下。嗯，你如果连回来，我这儿多一个眼位。嗯，哎，看看你要不要单关连回家。他主要是保证这块棋先是自己是活的啊，自身的安全也要注意。啊，要不然他这个挤是先手把来了，他已经来了，你看已经要挤了，现在就挤了，哎，要挤了，立马就挤。对，是这样下的。对，然后黑棋动手了，开始打劫了。他不肯粘。粘的话，有可能被他顺手要吃这个吗？他如果说黑棋现在粘上，对，他是不是现在就吃掉？他应该先提劫，但是，这个也区别也不大，也没关系，应该。假如说拐的话，嗯，他这个团是先手，对，团是先手，对，团是先手，因为这一爬，这挡住这拖不进来了。哎，对，他等于是团先手，嗯，哎，他比如说他走，他就挡一个吧，反正就这样。不不不，白棋先爬这个。爬这个，你再走这个。他最好的次序是先挡。先挡，对，你再拖我。拖，嗯，黑棋拖，嗯，他爬一个。爬一个，你走这个，再团一个先生，你再补。那么他走这个就行了。这样。就把他断了。啊，这样啊。这个棋还是真的是，那个什么了。应该能断了吧？就这冲完了这一扑。打完了这一打吃不，他可以先挤掉这个，对，嗯，先挤到这一下。哎呀，这个还是有变数，啊。对，确实有点看不清，有点变数。嗯，这个棋要小心，不能这个。哦，我知道了。嗯，那他是不是挤完了，白棋是不是单侯一下？嗯，假如说黑棋粘上的话，对，这个即可，侯一个也活了。但是这个棋啊，他黑棋就不肯走这个了，现在，嗯，他要杀你了，他是要跟他打劫，嗯，打这个劫了，嗯。这一如果把这个全提干净，他就要动手里面你插一手棋。对，那倒是，他直接打劫更好。打劫，对，提一脚，他这儿就省一手棋了。是。然后他挤是他的先手劫，嗯，挤是他的正好是劫财。对，再提劫。这个时候我看到这个，嗯，我当时看棋的时候正好看着，我都有点替当一飞捏把汗的感觉。啊。我在想，他如果说直接补活，这棋真不见得赢。那你要补这个活，被我这一粘。啊，再补活这个棋还真的不一定，这个吃完太大了，确实不一定。嗯，所以我就在想，他要找什么劫呢？这棋就很头痛。必须找劫。嗯，结果他下的还挺好的，他单立了一个。立一个。嗯，这个劫啊，让白棋他就算了，他觉得你粘上没关系，我把这个吃了。但是关键在于这块棋的生死问题啊，只要他保证他不死就行。但问题是。这个大，这个是不比这个比这个大啊，这个应该比这个大。现在呢，就是说，如果我这面活了，嗯，这个控是就是说本身黑棋没占便宜，他不用收了。对，嗯，这个就而且这个地方也有，你要叫吃，我沾上还有个袜断的问题。是。现在那么黑棋如果只是收官，那么没啥。如果你是尖一尖给我收官，这棋就收不赢，肯定收赢啊，只要让我活，所以他要动手吃了，他走的。他走得狠吧，拐了一个，拐一个，嗯，白棋说你要吃我，我好，我这个先手，我先把木先收了，这我的先手接上，然后这儿还再来一下，他挡住，要挡住，嗯，然后你还要杀他们，那没办法了，就这一条路了。那我在这儿先，收不赢了，已经这棋，那么再顺一下，嗯，好，那刚才说这个是我的先手，对，对吧？团一个，他只能走这儿。那这个棋呢，我这还有一个猴呢。猴是先手，是，这个棋就麻烦了，应该说是
头一个的时候呢，破眼，然后白棋断。这个现在是谁吃谁的问题了。我觉得是白棋吃黑棋。你现在黑棋就最狠的是锦棋，就是要收住这一棋，收住棋。那么白棋把这个提了，都不用走，把这个提了，然后他只能挡住。挡住，这个棋就气都我看谁。就挖一个就行了吧？挖一个也行，对，挖一个即可，或者是挖这个也行，挖这个也可以。这个棋啊，首先是谁吃谁，还有个双活，我怎么着都不行了吧？他只要挖这个就可以，他只要挖这个，然后这黑棋是怎么下的？这走这个，走这个，然后他粘上，他提掉，再挖一个。而且你现在你根本没空走那个，就是我这粘上就已经叫吃了。对对对，你吃通了来不及，根本就怎么着都行。对，提掉啊，然后黑棋只能提这个，对，他粘上。这全是气，全都是紧着的，每一口气都是紧张。这个是谁吃谁都很难受。这一二三四五六，白棋黑棋就六气，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这算打掉。怎么下都可以了。五六七，这是气长明显。这个棋就是说黑棋的、白棋的下法很多，下法很多，在这个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候已经一段的时候啊。就已经看出来了，这个申真谞已经最后的虽然韩国棋手非常顽强，但是呢，这个时候他已经看出来了，无可挽回了。对，没错，头子认输了。嗯，中盘，这盘棋呢，就是这个打劫的时候，黑棋明显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申真谞最好的机会是把这个劫消掉，那个时候是他明显优势。从此之后就没有再优势过。他找了这个劫材确实有点让人比较意外这件事情。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党一飞还是发挥的比较出色的。党一飞五连胜。对啊对啊，非常不容易。对，我五连胜，但虽然说是后来输给金智熙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这个五连胜，而且是本次中国队在农心杯上唯一赢棋的棋手，其他四个棋手都没赢。哦，这样我还没统计过。确实这个比较意外，虽然说柯洁最后也是非常遗憾的输掉了所以说党一飞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实力还是得到大家认可。好那我们的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